好味道啊！汤好饮，剧好睇。就算有美分依依的加持，电视台员工杨明和朋友夹了百几万开的汤水铺，为什么都会做不住的？明明庄思明上年才豪言希望很快18区都有分店的嘛，近排有网民就发现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全部写已结业。唉，看来饮汤业受疫情的打击得很犀利啊！到今年年头，庄思明都有话的，所有分店净系租，每个月都蚀紧七位数，令佢好烦恼啊！就算有500万的沉默大多数都支持，佢唔住啦。由高峰期最多的八间分店执政荔枝角工场做外卖，睇翻间铺嘅 Facebook 啊，最后 update 已经系2月21号，话因为疫情严峻，28号起荔枝角、湾仔、将军澳、屯门都暂停营业，直到另行通知。嗰阵时仲叫大家上下一心，齐心抗疫噶，估唔到最后都系输俾病毒，抗疫抗到啲铺执晒。根据报道，元朗嗰间系加盟店嚟嘅，而家改咗名叫店，继续做。佢哋就话系拎翻间铺自己做，有得订翻旧餐牌啲汤嘅，但唔系款款有。而另一间喺屯门改咗名叫吉利炉嘅铺头，就出铺同炖角席，话同前身嘅租客冇任何关联噶。而庄思明亦都向传媒硬挨唔住，改为网上经营，专攻批发同外卖。汤好饮，唉，依家门市执晒，要网上叫外卖。剧好睇，因为之前单交通意外，而似俾电视台说冇剧睇，美分依依，点算好啊？希望支持邓嘅人唔会话冇门市，太远支持唔到啦。大家有咩想同杨明讲呢？欢迎留言、like 同 share 条片，订阅埋我哋。仲有啊，我哋嘅会员制开咗噶啦，每个月128蚊，除翻开每日4个2，外卖加例汤都唔止呢个价啦，仲有好多优惠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下条片再见。